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三重三和宵夜店，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，哦，卖半夜的店家。好，几乎大客满了。好，那这个是全部的菜单。好，这个就是卖宵夜的店家，很神秘啊。好，那就先大概点这样吃啊。好，那营业时间超奇怪哦，晚上9点到早上6点。那我点这样，哎，好，那也谢谢，哎。要先结账吗？哦，好啊。哦，好。那这样多少？哎。145。好，这样谢谢。哎。OK。哎。好，现点现做的啊。好，那我有点这个鲔鱼蛋饼啊。半夜生意超级好的，店里感觉大部分都是越南的朋友。好，那这里有写春节照常营业，然后桌号的话就在这个在这里了。好，很快就上了啊。我们先试看这个半夜开的神秘的店家。对，而且我嗯。哦，围的量还蛮多的、啊。那我买一点。那就是我是买多。其实这也没有很多啊，我快喝完了。哦，就蛮正常的鲔鱼蛋啊，哦，就生意很好。哦，就感觉中规中矩而已啊。我说好吃嘛，感觉也还好哦。好，那分数大概是80分。好，在这个是猪肉沙茶铁板面。哦，这个吃起来不错，还蛮香的。哦，我觉得这个应该稍微会比较算有特色。猪排是腌过的猪排肉啊，然后猪里脊肉。
哦，这个也是中规中矩。哦，里面还有一些猪肉条啊，那这样还不错啦。哦，这样算蛮平价的。好，这样就揭开这个神秘的宵夜剧，神秘的宵夜早餐店啊。哦，青菜量我觉得还蛮多的啊。配的菜应该是青江菜吧，嗯，还不错。好，那这分数我觉得是90分，嗯。我觉得那面的 CP 值比较高。好，那就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多给我一点鼓励吧，哦，好，那就谢谢各位了。好，好吃，哦，这个推荐，然后分数90分。好，哦，最后是咖啡，嗯，苦苦香香，好不错，应该是越南咖啡底的吧，哦，好不错，我，嗯，马上醒来了，哦，哈哈，分数90分。好，口味都蛮不错的，哦，好，可以啊。那个之后呢，换款还是？好，那煎台的动作也很快啊。好，外带的话是拿这个单子。好，也有户外座位区。哎，好赞哦，卖半夜的很特别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哇嘞，半夜的手紧哦，哈哈。其实三重卖宵夜的店家还蛮特别的，这一家我有吃过哦，蛮特别的。好，这家比较有机会吃得到了，它是晚上10点半到早上10点啊。好，很久没有这个宵夜时段的影片，就希望各位朋友会喜欢。哦，最近这家店家蛮夯的哈，那个蛮多 YouTube 来拍过。
好，那各位来就祝您用餐愉快，拜拜。